Hello，大家好，I'm Ken。今天我来讲一下 LeetCode 1920题的 Build Array from Permutation。这题是一个 easy 的题目哦，因为我觉得我之前讲太多 medium 题了，然后想说来讲个 easy 来放松一下。好，而且这题也是一个很常出现的题目。然后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这题它给你一个阵列 nonce 会有一串数字嘛，然后你要经过这一题的公式呢，把它变成一个新的数组，然后回传给它，就这样。举例来说，要怎么做呢？这里 example two，因为 example one 它的第一个字没有变，所以就不好举例。我就用这些举例。它这里五呢要变成什么？它要变成 nums 的 nums 零。那 nums 零是什么？是五嘛？所以就把五放进去。那么 nums 五是什么？是四，所以这个变成四了。然后以此类推，这样下去。那这题不难嘛？就是如果大家就直接看到这些题目就直接入手的话，你就做一个新的阵列，然后把公式打一打。回圈跑一跑就出来了，不过这样子并不算正确答案。虽然它可以达到题目的要求，像我也 submit 了，然后我 submit 之后我觉得太简单了吧，很奇怪，我就是再看一次题目，后来发现它有说 "Can you solve it without using an extra space？" 然后 O one memory 就是你不能用那个空间复杂度超过 O one 的，那要怎么办？空间复杂度就是。你这边就不能 O one 的话，你就不能用新的阵列去存了，这样就变成 O n 了。OK，你就不能用新的那个阵列去存你的 nums 了，你的新的答案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我们这里理所当然就没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的话呢，一样回传的是 nums，因为不会有别的东西去存那个 nums 了，那回传的东西一定是这个。那这个阵列要不要换掉呢？也不需要换掉，因为你没有这个回圈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从零跑到最底的那个数字要怎么变换呢？所以，我们这个回圈也是保留。之后呢，就有一点点小数学的概念了。那我就先打一次，大家去看一下我怎么做。n 乘上，这里挂起来好了，nums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只能用这个阵列，那所以我的答案也要存在原来阵列里面。那我就把答案存在阵列里面，然后再跟原本的相加，这样子，大家懂意思吗？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就来看白板。OK，我先假设 A 它等于 num i，那 B 呢？它等于 num i，然后我把 A 跟 B 加在一起。然后乘上一个 n，然后呢，这个式子呢，如果除以 n 的话，不留余数，是不是就是 b？那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啊。原本它长 a，然后呢，我把 b 加进去，然后除以 n 就是 b。那是不是长这样，一模一样？a 加上 n 乘以 b，那 n 是什么呢？n 就是这个的长度，所以我在这边 int，n 等于 nums 等 nums。OK，然后呢，那这样子就是改变过后的样子，就这样也不对嘛，因为你要把它除掉啊，除 n。OK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不过这样子还不是最终答案，原因是因为跑一次就知道了，也顺便确认一下我之前有没有打错字。好，没打错字，可是答案是错的。你看，数字越来越大了，原因是因为你把这个 n 乘上这个新的东西 b 加到这个 a 里面，那你 i 加一的时候变成 i 一的时候，如果又用到 nums i 就 nums 零的话呢，就你现在假如说你 nums 零跑出来是
这样子是29，我已经算过 ，nonce 零是29，那你 nonce 一如果用到那个29的话，那不是数字越来越大了吗？它就已经脱离原本的501234的范畴了，所以你要再把做补偿，你要再把前面的迭代的东西去除掉，这样子就是对的了，不要让它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所以这样子跑出来答案就是对的。OK， 还有问题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讨论。好久没有人在下面留言跟我讨论了，科科。然后如果我有讲错的地方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能跟我一样继续坚持刷题咯，拜拜。